在下云梦江氏，魏婴，魏无羡。楚佩不敢当，云梦江氏，魏无羡。先生，灵气而泣，怨气而泣。灵气处于丹服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。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那我再问问你。如何把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我尚未想到。若是想到，葛氏家就容不得你了。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沉浮中以为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配见吗？因为我魏无羡，即使不配见，但凭你们口中的邪魔歪道，也能一骑绝尘，让你们所有人都望尘莫及。许我一生锄奸，如今你告诉我，孰强孰弱，又孰黑孰白？师姐一定是想我想病。现是3岁了。了解江城的，他太豪强，太注重得失，修为就是他的性命。如果他只能当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，混蛋吧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你呢？就这一次机会，下次千万不能这样冲动啊。家子弟，每个人都很喜欢我，个个都舍不得我。师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阿仙。